好，刚刚这个作品是宇宙战舰啊、哦，那其实高铁站也是现代的宇宙战舰啊、哦，可以运送非常多的东西，还有人哈、哦。那我们再来下一个作品哈、哦，是日本的一个这个算是国民歌曲啦，叫做《花水木》，啊、哦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。